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云何念父母恩，哀哀父母，生我屈劳。十月三年，怀胎独哺，推肝去食，咽苦吐甘，才得成人，指望少祭门风，共成祭事。今我等既已出家，难称食子，天号沙门，甘子不共，祭少不及，身不能养其口体，使不能导其神灵，于世间则为大损，于出世又无食益。两途即食，重罪难逃。如是思维，唯有百劫千生，常行佛道，十方三世普度众生，则不为一生父母，生生父母俱蒙拔济；不为一人父母，人人父母尽可超生。是为发菩提心第二因缘也。发心的第二个因缘是念父母恩。对于一般的信众和社会人士，也都会直接间接或多或少知道父母对自己的恩德，但是真正深刻的意识到，比较完整的体会父母的恩德，以及找到一个报恩的方法，可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前两句是引用《诗经》啊，这个《小雅》有一篇叫这个《鹿鹅》这首诗。这首诗是这个一个身为做儿子的，在周幽王的那个时代，就是被邢远玉啊，就是当兵守边防，长期不能回来，所以这个令这个孝子在他父母亲病亡之时还在守边防之所，不得相见，是用这首诗就来抒发一个孝子对父母的那种恩德，同时也带有着讽刺周幽王的这个意思。第一句哀哀父母，这种哀两个哀叠在一起说，就代表着这个孝子啊那种怨恨之心呢、这个父母对自己这么大的恩德，但我却不能在身边去送终那哀哀父母，生我屈劳啊！这个生于我是多么的辛劳，举我、负我、虚我、长我、育我、顾我、夫我、出入夫我。他就谈到这个母亲对这个婴儿的，对自己作为婴儿时期的我是这样的养育，那样的抚爱，那样的这个祈祷，这个跟自己
一起啊，或起或立啊，这个是随时的关顾着我，注视着我，庇护着我啊，出入的时候都怀抱着我，哎，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母亲对自己的这种养育之恩非常细致的给予描述。那这个无父亲就没有依护啊，无母亲就没有依托啊，所以出去征玉啊，是怀着这个忧思母亲之恩的心出去的，结果回来呢却见不到父母，所以他这个心情就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啊，就是我现在想报父母二亲的德啊，昊天就呼天啊，这个昊天父，我这颗孝子之心无有穷极啊。父母一生的精血啊，大半都是为子女耗尽，所以这里就写出了十月三年，这个怀胎是十月啊，这个十月对母亲来说是非常的辛劳啊，一个小小的生命是靠着母亲的这个营养来渐渐的长成胎儿的，所以这个十个月做母亲的就腰酸腿疼啊，身心憔悴呀，因为他要用他的生命的能量去抚育另外一个新生的生命了。这个生产的时候那也是过生死关了非常的痛苦啊。那生下来了那是又有三年的乳哺啊。就是哺乳期啊。那这个婴儿一出生下来什么都不能料理啊，都是靠母亲呢。那母亲带孩子的那种辛苦啊，这里就讲了两句话，推肝去食咽苦吐肝呢。那婴儿会大小便呢，他不能控制啊，那大小便呢就是要把这个湿尿布给他抽走啊，又把婴儿放在干净的地方来睡呀。那要喂食呢那自己都得要嚼烂呢，如果嚼的过程觉得味道比较苦就自己吞咽下去啊，如果觉得味道比较甜美的饮食才吐给子女去吃啊，这就说明这个母亲对子女的这个抚育呀是无私的大爱。如果这个婴儿生病了，那做母亲的那就更心急呀，恨不得这个病呢就生在自己身上啊。他这种带子女受苦的心是发自天性的就能出来啊。那这个过程做过母亲的人才会体会得到，所以为什么做女儿的人对母亲比较孝道啊，因为他经过了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这样慢慢子好不容易让他长成人了，那长成人呢，原来小孩子还能跟父母一谈和气，因为小孩子离开父母不能生存，所以那父母对他无限的关爱，他也像小鸟依人一样的依着父母。哎，你看那种父母和子女那种天性的那种关系啊，那真是叫人，什么叫人呢就是同体感啊。
那母亲父母为小孩的欢笑而欢笑，父母为小孩的痛苦而痛苦。哎，就是这样的一种高度的统一。但是这个小孩子直到他长得慢慢懂事了，他反而就觉得跟父母的同体感就开始有点游离了，尤其十几岁叫叛逆期啊，他就慢慢的就不大听父母的话了，他有他的主见了，他有他的世界观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孝道啊，从小就要把他培育好，让他就是在成年之后也一直要把对父母的孝道能够延续下去。那父母永远都是对子女无条件的关爱的，无论他是孝子还是逆子啊，那种关爱呀，那实在是做父母真是很累哦。那这个上学的时候得要赶紧给他选好的学校，现在不是要择校吗？为了择个好的学校不惜重金呢，那些重点学校的旁边的房租啊，那是啊很高啊，那父母都不在乎啊。上次听过广告是35万一平米都有人去买啊，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啊。然后慢慢子大了又得张罗儿子要给他娶媳妇，这个女儿要忧愁他能不能嫁得出去啊。然后你看现在不是有些城市搞了一些这个相亲角吗？在公园里面，实际上都是父母在那里为自己的子女去相亲啊。那这个子女的婚姻他比子女还要关心还要上进啊，他这个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然后为了他的子女要住房子，要又关心他的住房，又关心这关心那个，连下一代他都要关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多少父母对他的子女的那种关爱，真不仅付出了巨大的心力精血，而且不惜造孽来富有他的下一代和下一代。父母对子女呢也是有期待哦，希望他光宗耀祖哦，传宗接代哦，那对于以后的死亡的祖先能够有祭祀之人哦，那在中国这种宗法家族非常观念很重的国家尤其注重这个。所以这些都是父母的苦心啊。为人子女呢一定要了解，要知恩，要有孝心。所以中国十三经有一部孝经呢，孔子就是对社会各阶层提出了孝的理念和行为啊。那孝是天之经地之义啊，孝能够通神明呢，百行孝为先呢，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啊，就是圣君他治理天下之道无非就是用孝道来治理啊。当这个遗训对他那个要害他的父母还去孝顺的时候，这个过程不需要他有其他的作为，天下就已经得到治理了。那现在这里主要针对出家人来说了，今我等与会的僧众已经出家了，出家呢就离开自己的原来俗家的姓名姓了，就是失子了，
以释迦牟尼佛作为姓的是指，啊，这里叫难称实子，说明这个谦虚的语言呢，做实子是很崇高的称谓呀、啊，但是自己的道业不够啊，不能为佛教争光啊，这个难称呢，难以充数啊，啊，天号沙门呢、啊。沙门就是要勤修戒定慧呀、啊，熄灭贪嗔痴啊，实心达本，号曰沙门呐、啊，悟明心地呀、啊，啊，但是自己出家呢，虽能是有沙门的名称，但是没有这样的真实的德能，所以就舔就是没有这个水平呢、啊，啊，舔入啊，啊。入没了这样的神圣的名称，啊，这是谦德的表达。那在孝道这方面，更是觉得要有深刻的思考了。你出家了，对父母的这种供养、赡养就做不到了，甘子不供。你作为在家的孝子，就是要。啊，赡养父母，把好的饭菜饮食要给父母的，啊，那四季都要照顾父母的炎凉的，啊，每天早晚都要去请安的。但是出家身重，做不到这一点。然后积少不及，父母祖先这种。啊，祭日清明都应该去祭祀啊，扫塔呀、啊，但常常都由于去参学修道都做不到。所以父母在生之年不能赡养父母的口体，然而父母死亡又不能够导其神灵。得到解脱，由前面说自己是难称实子，舔号沙门嘛，觉得自己没有道业嘛，那你世间的孝道又做不到，出世间又不能利益父母，那在世间的孝道就有大的亏损呢，对出世间的利益又没有真实的利益，那。这个两种利益对父母都失去了，那你就是重罪难逃了，就是天底下一个极重的人了、啊，极重罪过的人了、啊。有的人不了解出家，好像就是不讲孝道，实际上佛教是非常注重孝道的，大孝施家尊呐、啊，立节报亲恩呐、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都要升刀地天为母说法，自己的父亲净饭王去世，他要亲自去抬棺木、啊、每年的7月15我们的盂兰盆会就表明、啊、以大目犍连尊者作为代表，他救他的恶鬼道的母亲，自己道地不够，然后所有的大众生共同来帮他来救拔。那古往今来多少出家的人呢，他们对父母的那种孝那是刻骨铭心呢、啊。这个唐代有个紫林法师，由于他出家3年，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回到家之后啊，就在自己的母亲的坟墓上痛哭啊，都出血啊，就到那个五岳庙，就在那里诵经，一定要知道他母亲生到哪个地方，五岳神就指点他到阿育王寺拜佛舍利，就能知道自己的母亲生在什么地方。这个紫林法师就到阿育王寺拜舍利塔，一直拜到4000拜的时候，
他的母亲出现了。他的母亲说，由于你拜塔把我超度到到底天了，看到他母亲升天了。唐代还有个师贝禅师，他是雪峰禅师的弟子啊，父亲是原来是捕鱼的，他父亲就是在捕鱼站在船头上落水去世的，这样给他的震动很大，所以他就觉得自己的父亲一定是在恶道里面了，所以他就为了救他的父亲他出家。出家那是他是修苦恨的啊，旱涝忍苦啊。结果有一次他是过山岭的时候，这个被石头把脚划破了，流血的当下他开悟了，开悟也得到了雪峰禅师的印证。开悟的当晚他就做了一个梦，梦中出现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对他说，由于你出家修道悟明心地，我赖你的功德升天了。宗泽禅师宋代的为了度他的母亲，接他的母亲到寺院住在方丈寮的东院，劝他母亲念佛，结果他母亲在寺院住了7年，从开始不相信散乱的念，到最后坚定信心一心来念，承办往生之事。那宗泽禅师送他母亲往生之后，自己也就起建了个莲花盛会啊，以这个结社的形式来动员更多的人来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他这个莲花盛会一成立，就做一个梦啊，梦见一个30岁的清美的男子要求加入他的莲花盛会。那宗泽禅师就拿着簿子说，你叫什么名字，要登记名字啊。这位男子说，我叫普惠啊。记下来之后又说，家兄普贤也要参加。你看醒过呢才知道，这普惠普贤两位大菩萨就是华严会上离世界品的啊，这两位大菩萨，感得华严菩萨优赞啊。所以这个啊，佛门里面对父母的孝称为大孝当中的大孝，就是儒家有一句话叫小孝弗利，忠孝弗劳，大孝不愧。平民百姓小孝就是为父母出力啊，那忠孝为父母服劳啊，带父母啊做很多事情。大孝不愧就是这里就是要养父母之志之心。真正的孝不是孝一个孽媳的父母，而是要孝父母的那个妙明真心啊。这里面孝的内容就更深邃一点啊。那这个佛门当中讲大孝当中的大孝，不仅是让你光宗耀祖，让你父母能得到好的名声，而且要让父母离开三界六道，要就近圆成佛果。所以这就是一个发菩提心的核心了。我们作为一个凡夫身在这里，身不能对父母有身体上的赡养，道业上也没有足够的道德来超度父母，那这里重罪难逃。那怎么办呢？
那就得思维，唯有发菩提心才能够报答父母的大恩大德。要知道这个父母生育了我们，但是他没有真正去修道，没有修道一定在轮回里面。我们想到这个对我们有大恩的父母还在轮回里面挣扎，那就情不自禁的要把父母从轮回里面超度出来作为一个重大的事情。这就是要担荷报恩的重任，不仅是在口头上说，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百劫千生来成就这个菩萨道。十方三世就是无尽的时空来普度一些众生。那这样的心一发大之后，而且不仅是要超度自己这一生的父母，乃至生生世世的父母，都由于我们这一念菩提心的生发，都得到了出离轮回之苦的利益。那就不仅一个人的父母，乃至所有人的父母，都能由你这一念的报父母恩启动的菩提心得到了超生。那这一点在地藏菩萨因地当中做婆罗门女的时候，做光目女的时候，她为了救她那一世的母亲，最后她发出的心就是面对所有的众生来发的。婆罗门女由于她供养觉化定自在王如来的这个形象，又得定自在王如来佛告诉他，你要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你回家去念我的名号。所以这个婆罗门女她是念佛三昧到了地狱里面呢，跟无毒鬼王的一段对话，无毒鬼王告诉她，你的母亲已经从地狱里面出去了，不仅是你自己你母亲一人，乃是跟你母亲在一起的所有的地狱众生都升天了。所以这时候他得念佛三昧能够到地狱里面去，就已经是法身大事了。他以法身大事的这样的一个慧眼观察，原来地狱的众生都是他多生多劫的父母，所以他从这个定中出来，在觉化定自在王如来的像面前发的愿，那就不是为这一生的父母，乃是为生生世世父母，乃不是为自己的父母，乃是为所有的父母来发的大愿。所以这就是发菩提心的第二个因缘，从念父母恩下手。好，请看下面，云何念师长恩？父母虽能生育我身，若无世间师长，则不知礼仪；若无出世师长，则不解佛法。不知礼义，则同于异类；不解佛法，则何异俗人？今我等出之礼义，略解佛法，袈裟披提，戒品增身，此之重恩，从师长得。若求小果，仅能自立，今为大乘，普愿利人，则世出世间二种师长，俱蒙利益，是为发菩提心第三因缘也。
念师长恩，这也跟净土净业三福是奉事师长相吻合。那为什么要念师长呢？那前面谈父母虽能生育了我的身体，但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离不开师长之恩，往往自古以来都是义子而教啊，这个父母是很难教子女的，因为教育它是要惜圣惜贤呢，它的要有啊责备督促啊，严格的去做。那这个父母如果教小孩有择善的这些做法，可能会伤及到父母和子女的那种天然的感情，所以家庭关系有时候是不能过多的讲理的，它更多是侧重在情来说。那教育就要讲理呀，就要择善呢，所以自古以来都是义子而教，就是自己的子女交给他人去教啊。那作为这个老师会教这个小孩怎么去待人接物，怎么去对待自己的父母。所以这就谈到世间的师长，师长有两类啊，一种是世间的老师，一个是处世间的老师。这里谈到如果没有世间的师长，则自己就不知道礼义。这里传达什么消息呢？我们古代的教育侧重在人文的教育、人格的教育、道德的教育，所以要读四书五经呢，那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呀，这个周公治礼呀，礼者礼也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由这个礼升起了各种行为的规范呢，由这个人还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啊，有仁义的教育啊，那这些就是韩愈说的师道啊，就师道包括三个内容啊，传道、授业、解惑，这三者构成了传统社会师长他的教育的内容。那现在的师长可不一样了，现在的教育是侧重于知识技能的，传道怎么做人的学问，这个都很少去谈了。所以传统社会那种师生关系，那真是一日为师啊，一生为父啊。他真的是有一种这种精神上的巨大的那种深刻的纽带，关心学生一辈子，学生对老师恭恭敬敬，如父亲一样对待，老师对待学生像对儿子一样的负责任，那这种师生的情谊就非常的深厚。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体制内的教育啊，就是现在的社会，你评判一个学校的情况怎么样，师生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现在的师生关系还是很成问题了啊，尤其是以后交学费啊，叫教育产业化以来，就是师生关系已经被一种经济交换行为取代了，学生觉得我是交了钱来学习的，你必须要教我知识，
我是拿了钱来买知识的。那老师呢，他教的那些东西也就是知识技能，我要这份职业拿份工资，还得这个讲课的奖金，那就上这门课。技能是交易的行为，那在情感上、精神上的纽带就大为的淡薄。那淡薄到什么程度？你比如上个电梯，那学生也是跟老师一起挤电梯的，他没有说让老师先上电梯的。甚至下了课在校园或者在外面见了面也可以不打招呼的。学生对老师不尊重，老师呢也就敷衍。原来在高校多少老师都要兼职，干第二职业比干第一职业还要用心。所以现在这个职业道德啊，真的是有大的问题。而且老师就是讲知识，讲那个技能，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也是受西方人的影响。西方人认为你做学问跟做人可以是两回事，但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非常强调知行合一的。所以现在的师生关系已经有很大的腐蚀，有的研究生甚至把自己导师叫老板啊。为什么叫老板？常常拿课题，他为自己的导师做课题啊。老师就是老板啊。所以现在就不是说无事兼师长这不知礼义的问题了，但这个教育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所以现在的人格教育、道德教育、人文教育、素质教育在我们体制内的教育当中严重的缺位，这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很难成才的重要因素。他连做人都不会去做一出来，特别是那些名牌学校出来的大学生，一个个很傲啊，认为自己有点知识技能，但是什么人都不看在眼里。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教育出了问题，但是怎么去解决啊？我们还是多么希望有一些能够有礼仪文化素养的师长来让学生知道怎么做人呢？却是多少人念完大学研究生博士生出来，他不知道怎么做人不知道待人接物的礼节所以我们回归到传统文化，真的是要把儒家文化在做人方面这方面的学问是非常完备的、精深的，我们一定要继承。那这个处世间的师长就是指善知识了，那就教我们佛法的善知识。这里面仍然存在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对待善知识的问题。由于我们传统文化的缺位其实我们在佛教里面对于善知识，就是这个师生关系在怎么处理，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怎么做好一个弟子，奉事师长，你的恭敬心在什么地方？那常常都是做徒弟的还挺傲慢的不把师父看在眼里专门去说师父的坏话那这个口业，这个过失非常巨大那古人告诉我们，对善知识，对自己的和尚阿舍离，什么叫阿舍离？就是教你一个偈子的就称为阿舍离，更何况教了你多少年，你得要像
仆人一样的恭敬，仆人恭敬主人一样的去恭敬。要如大弟心呢，就是师父有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要代劳啊，要代苦啊，要主动去做啊，要把自己思维是一个病人呢，善知识就是医生呢，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溺水者啊，这个善知识就是一个能搭救我的人呢、啊。我们是一个迷路者，善知识是向导啊，甚至经典当中说对视师如佛呀，你像恭敬佛一样的恭敬善知识，你这种恭敬心上来了才能得利益啊。那这个禅宗的二祖神光为了求法，立在雪地当中，那个雪都过期呀、啊。这种恭敬心一上来，达摩祖师才关照下他，你想求什么呀？如果没有恭敬心，你要求处世间的了生脱死的大法，哪那么容易呀、啊？所以神光为了表达，进一步表达他的恭敬，断臂求法呀。那遇到善知识，有时候苛责，你要接受啊。现在都批评不了一句了，批评一句，他马上就翻脸了，那是很有问题的，你看那个道安大师，他在襄阳的时候，他有一个弟子叫法玉法师。在南京的一个寺院做住持，那个寺院住了400个比丘，那其中有一个比丘喝酒，犯了这个事，这个法玉法师呢，只是呵斥了一下，没有签单，那这个事情就被道安大师知道了，道安大师就给他记了一个金状，就金条做的那个鞭子，封的记过来。这个法师一打开一看，这个金条就马上明白，就是为那个饮酒的僧人。他就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就对着襄阳那边顶礼呀、啊，就是师父对他的太关爱了，自己这个带个僧团太松垮了，所以要僧执师用那个金条当众抽3下。你想想这么一个细节，现在如果一个主持接到这个，可能他就置之不理了。鸟科禅师的一个侍者，那是侍奉了16年，任劳任怨。这个侍者原来是朝廷的跟皇帝做秘书的一个人，官员出家的，那这个天天就是干活，干了16年，这个侍者觉得好像自己的师父没有给他说一点佛法，他就想告假到外面参学。那鸟科禅师说，你到哪里去啊？他说，我在这里一点佛法都没有学到，我到外面去学点佛法。那鸟科禅师说，哦，你要学佛法为什么不早说啊？学佛法有什么了不起啊？就随手从布上粘了一个毛，这个布毛啊，用一口气吹了一下，就这么一个着地，这个侍者就开悟了。所以那个侍者以后就是不毛侍者。他为什么这么一个机缘来他能开悟呢？就是他能够在这里忍受16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一般讲，为什么末法时代世间的师生关系出了问题，那就佛门当中我们的师徒关系又怎么样呢？这真的要
值得我们深刻的反省的。所以这个在佛门当中没有这些善知识，就是出世间的师长，我们就不能理解佛法。在世间没有世间的师长跟我们传授助人的礼仪，我们的行为跟畜生没有什么两样。现在师父为什么这么乖戾之气，碰到什么问题就师父就要杀人呢？到了这个程度，这就是这种礼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任法的礼仪没有了。那家庭关系怎么处理？那肯定会磕磕碰碰，碰到什么事情，不能一碰到事情就离婚吧。那在单位上碰到什么挫折，不能想不通就跳楼吧。再不能由于有怨恨心理，拿着幼儿园的小朋友去开刀吧。所以不知礼仪真的跟畜生没有两样啊。没有出世间的善知识教我们的佛法，我们跟世俗人也没有两样啊。世俗的人关心的就不是财色名食睡吗？如果你对于出世间的无上的清净的佛法没有信解，你举心动念也是离不开财色名食睡的，跟俗人没有两样的。哪怕你就是剃了光头穿了袈裟，但是你心里想的还是世间的东西，那也就是光头俗汉而已。现在我等出之礼，就是略微知道了助人的礼仪，也略微理解了一些佛法并且袈裟披底，戒品增生，这里面也要感恩呐。你能够受三坛大戒，你得要感恩三十七正呢，感恩这个戒场常住提供的这么一个机缘呢，忏悔堂啊。多少人来成就这么一个戒场，让你能够得三坛大戒的利益，戒品增生。这戒品当然包括沙弥戒，那沙弥戒也得要戒和尚跟你授受啊。那菩萨戒也得要有三师啊，也得要有引礼师啊，这些才能成就你的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呀。这样你才有一个得戒的身份呢。那这个本身就是巨大的恩典呢。这些都是从师长那里得到的。那我们有没有这种感恩之心呢？世间和畜生间的师长对我们的恩德很大，那我们怎么去报恩呢？如果我只是求自己了生脱死，得个阿罗汉果，只能自己得利益，那能够报这些师长的恩吗？所以就必须要发大乘心，要以大平等心发愿普度一切众生，那这样的菩提心才能够令世间的师长和畜世间的师长都能得到了生死、畜轮回、得佛果的真实利益，这样才能慰藉我们当下报师长恩的这颗心念师长恩这里特别要提醒我们末法众生，由于烦恼重，烦恼重的根本就是我执，我执就会引生我慢，我慢高山不流法水，认为什么人都不如他，他比什么人都强，谁都看不上眼里，眼空四海，不注意反省，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非常自负，非常狂妄。
佛经告诉我们，只要他能给我们正确的知见，都值得我们尊重。你不要去找善知识的毛病，哪怕他有种种过失，但是他有正知见，就值得我们恭敬。这就类似于一个穿着破壁衣服的人，他拿着火把，只要有火把，他能够给我们照清道路，这是我们最可取的。至于他是什么样子，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不要去找山。